今天真的被春玲炸到了，炸惨了。我今天真的终于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以前呢？以前也是，但是今天更哇哦，就是哇，男人在我面前哇，对啊的感觉。那在我心中，腾仔，我知道你们今天是真正的木偶。好像弱了一点哦。你们是我真正的宝贝，哎，你们是我的男人。必须加一句，必须加一句，再来一句，你们。是你哋是你哋系我嘅 baby， 还讲上广东话了哇！怎么说湖南话？你们是我的，你们是我的男人。害羞吗？害羞不害羞，当然老害羞了，不好意思了都。这种感觉是台上在 battle， 队长们也用语言在 battle， 啊，非常好。好的，那我们两位观战队长来了。哇，今天春玲老师真的太帅了，帅爆了！而且从开播到现在是唯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，非常的与众不同，让我眼前一亮。对对，真的很帅，帅爆了。哇哦，是不是男人了，男人。那腾仔这边真的也是很棒，从音乐的编排，还有这个主题的设计，整体的就是这个力量感，还有那个小星星那个气球，真的哇，这个也是对，对对对，都设计的特别好，真的两个作品都非常的好。这两组啊，我觉得是一个魅力的大比拼，就是我一直觉得腾仔的魅力啊会在 battle 的战斗中，但是今天。他好像把他自己擅长的东西再加起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你感觉他不像在跳起舞，你感觉他那个状态是在 battle 的过程当中，所以他的魅力就今天在台上就好像特别容易能够感觉得到。而春玲更是，我真的是就直接说吧，我说就是看着看着你会觉得被那个男人吸引的，你忘记这个是舞蹈了，你就觉得这个好像在一个散发一种舞台魅力的一个表演，我忘记他跳什么的，刚跳什么身上全是男人魅力哦，这么妙的，对啊，怎么这么神奇，你会突然就觉得你们不再看表演，而是看一个好像一个巨星在演唱会，就是那种感觉，然后散发出来的魅力是非常吸引人的，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帅，然后这么有魅力，然后这么潇洒，就所有男人的好都有的感觉。